你敢相信吗？火爆全网被封上传承京剧桂冠的武家坡2021突然被爆出作曲抄袭初音未来，一模一样的旋律让人产生怀疑。随着各种打脸证据逐渐浮出水面，自称原创歌手的龙猛死宽度却不敢冒头解释，他不会是下一个离人丑吧？我的情往事抱团，破裂你守在寒窑，破裂你孤孤单单，不曾落许难平贵被人一十八年。京剧狂热爱好者张琪的提议，他跟萧敬腾两人就选了这首《武家坡2021》作为音综中的竞演曲目。其中因为两人绝佳的唱功，再加上大家对京剧唱腔的新鲜感，让这首歌迅速火遍全网。其中经过网友的补充，最早在中秋晚会上就翻唱过这首歌的屠洪刚也被考古了出来。我的情往事抱团，你守在寒窑，可怜你孤孤单单，孤灯落雪难平归，整整一十八年。因为大家发现连屠洪刚这样的老牌歌手也在认可这首歌，所以就顺势将这首歌的地位炒得更高，跟传承京剧挂上了钩。就这样，这首歌顺理成章地登上了跨年晚会的舞台。八月十五啊，不仅再次请到了擅长老生的张琪，还请来了唱青衣出身的曾黎与其合唱。因为最后舞台呈现出来的效果太好，导致这首歌的热度一涨再涨。不过物极必反可能就是说的他了，因为突然有网友开始爆料，龙猛四宽度的《武家坡2021》是抄袭来的，抄袭的还是日本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。届时一大波证据甩出来，让人想不承认都不行呢。我的情往事抱船，可怜你守在寒窑，可怜你孤孤单单，苦等我雪难平归，整整一十八年啊。证据后发现，某站原版视频发布于2011年，而龙猛四宽度的抄袭视频发布于2019年。最初他还没有如此大胆，所以取的标题还是当你用初音未来的旋律走向打开武家坡。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这首歌在2021年上线到音乐软件的时候，作词作曲一列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名字。要知道就算不提作曲，这首歌的词也基本上都是摘抄于京剧武家坡的经典选段，只不过大家当时都感觉这算是一种改良创新，也算是一种变相的传承。结果现在一看，曲是照搬来的，关键搬的还是日本歌，词也是从原曲选段中摘抄下来拼凑的，这样的也能被称为传承京剧？那华语乐坛也倒退得太狠了吧。最后你觉得武家坡2021的抄袭算是实锤了吗？